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和敏感性，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，停止美台官方往来，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。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规定，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。中方一贯坚决反对。 我们期待同有关国家的新一轮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，将进一步的拓展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科研成果，促进民心相通和民间友好。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，作为原则，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。